在家的时候，我平常星期六早上8:40起床，睡了10个钟头的觉。我先一边吃鸡蛋，一边喝牛奶，再洗澡洗10分钟。我妈妈常说，请把我新买的肉从冰箱里拿出来放到桌子上。你帮我做饭吧。帮妈妈做饭以后，我就休息、看电视，还做功课。我平时去朋友的家，跟朋友从晚上8点到11点玩，最后我把车开回家去睡觉了。